針對日漸普及的 USB 3.0 介面， Transcend 推出全新 USB 3.0 隨身碟產品，型號為 JetFresh 700。產品外殼採用黑色鋼琴亮面光滑膠質，並以超聲波密合技術令產品外殼十分堅固。JetFresh 700備有 8GB 以及 16GB 容量可供選擇，符合 Super Speed USB 3.0 規格。8GB 版本最高讀取速度為 53Mbps， 16GB 版本則為 69Mbps， 並且可以向下相容 High Speed USB 2.0 規格。但值得注意的是， JetFresh 700主要是針對主流級市場的 USB 3.0 隨身碟，擁有高讀取速度，但寫入的速度則與 High Speed USB 2.0 相若。8GB 版本最高寫入速度為 15Mbps， 16GB 版本則為 20Mbps。 JetFresh 700在存取的時候，後端會亮起藍色 LED 傳輸狀態燈，方便用家得悉隨身碟使用的狀況。其附送的 JetFresh Elite 檔案管理軟件提供電子郵件、我的最愛同步、網頁自動登入、256bit AES 檔案加密、檔案同步更新以及遠睇電腦鎖功能等，為其產品進一步增值。